锅子把它压住。我吃，没病，没病，没病啊！用锅子压压住吧，等多久没压住？他没有办法那个。不是，你这怎么跟桌球这样弄？把锅子再锅。那个吗？来。摆不下了。摆不下了。这是莲花童子吗？为什么要叫华光自在佛呢？因为师尊叫的。哦、那天师尊叫的时候说：“哦，好，这是华光自在佛。”我说：“哦，好。”那我们有点。差不多。差不多。就是你就把你少一点的，那个把你的太阳，然后它是比如说上面浇水可能是。
师兄好，我们在奉华光自在佛，那天供养师兄的那一尊，好，我们有功德主法师，我们有300多尊，师兄先发150尊，然后9月1号法会，前会啊，哎对，哇，很庄严呢，对呀、啊，哇。功德无量，
他们在保持一个，不是，不是，好了，对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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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